副职业怎么办啊？他几星？他也三星哦。三星哦，是。完了，他已经出生生仔了。干拿这两个，这太烂了吧！好了，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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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啊？再说，再说，再说。哎、欸。喂。好，是这样，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三三可以。再见。嗯，好接的。哎、欸，辅助辅助棒，辅助棒有用吗？还可以。宝石可以扣一下啊，总比刷一堆垃圾出来好、啊。这就刚好七块钱。现在只能对战了。没事，可以练习啊。哪一个？对战里面了，对战里面的左上左上角可以调。哦，我两颗宝石要不要贴一贴？贴了啦，不然要干嘛？贴这个，帮他平均一下。你不会要贴死神吧？不可能吧？啊，那干脆不要贴，那干脆不要贴。对啊。那这个每回合自己就会长了，也不用贴它哦。等一下。啊，你要贴这只打全部哦。等一下，一个转过去哦。旗鼓相当的傀儡是什么东西？我操！我怎么知道啊？你不是玩过？你太懂难度了。我不知道啊。可怜啊！你干嘛？哎、欸，冷静点！哎，不想扣血啦。干你疯狗哎！干我们这边稳手。哎、欸，你干嘛啦？你怎么一直换牌啦？喂！啊，不换牌要干嘛？完全在乱打哎！我凭你这样，你想要修仙，我看你没办法、啊。我那个建议超高的、欸，有用哦。这样你想要修仙根本不行哦、啊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打成狗了？哎、欸，还有一只三单呢、欸，还是我们卡单了？先把后面敲一敲，没问题吧？这样没什么问题。他又有一只神灯诶，还有在偷吗？卡单，卡单怪物。拜托、啊，等下对面拿猪的，我全部偷过来。好诶，好诶，哎，钻宝石真的来了，不是钻宝石，钻体质真的来了。啊，没有，绅士星我也拿不到那个啊。哦、啊，这个不要是不是？哈、啊，要不要？打我吧，先打我吧，我直接偷了。啊，偷偷偷。好嘞，你刷、啊，刷，啊，啊，小眼睛，好时间啊，嗯，好了，加油可以升了，这样应该暂时稳得住了吧。那你教学打完了没？就是教学打完才能打这些啊。哦，是啊。教学打完了，你打成这样，完了。你这样也想要成仙，完蛋了。哇，这样强哎！怎么讲？灯刷成狗了。这游戏跟炉石就是一样了。哎，他又有小眼睛呢。命源是干嘛的、啊？命源就是血啊。我把他打到顶就结束了。哎、欸，我妈要偷对面小眼吗？哎、欸，再卡，卡烂，真假？不
要先升是一定要升的吧？啊，哦，这个还可以不升哦。哦。升。有卡山？没事没事，升上升上升上。啊，然后嘞？先抓，没牌就偷啊。哦。完蛋，不会打，不会打。我先拿一支三二兵器啊，好。还是不要兵，哎、欸，不行。但他好像有点猛哎、欸，还是我们拿个二六天宝石打架。OK 啊。他怎么可能有点猛？他不是才刚升五吗？旁边修仙的不好说了，没错，这个没有灵气的，我看是不需要灵气啊，需要灵气的肯定是下去，直接把你控烂。好，建议仔，看他还蛮血的，没有关系，一直刷，刷烂。烂，高升，哦，你科技流态师也是挺狠的。好，我就没遇到可以让我抽的，那我知道自己来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漂亮。这不是遇到了吗？可是他要把你暴打一遍。我的 ，OK， 拜拜。装的有装的有点好呢。被他们打成狗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哎，不会。哎。哎。鬼瓶，有料。来了，这边碰烂的，哇。那我小野还要拿吗？拿拿拿，喝啊喝啊喝啊。他三一要拿吗？不要。啊，他有猪猪帮啊，他有猪猪帮啊，没空了，没钱拿那种垃圾的。什么三一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没钱拿那种垃圾哟、喔。吵闹，好好拿拿拿，吵闹，掉天机天机。啊，对对对，天机天机天机。然后我们先拿，我们要先拿这个，然后先让我长老爽一下，好。先让长老听，哎，干还不够哎、欸，还不够哎、欸，兄弟，好像不太够吧。在骗，拼起来下回合再做。下回合再做，那你下回合又再拿两只？够吧，下回合够吧。
哦，好，那你这回合是拿什么？小眼睛，天涯，再挡一下，啊，天涯。啊！我没先打下去，完蛋！完蛋！哦、我们先养游戏，先养酒吧拉后面点啊。嗯。对面又机械山哦，等下又有人偷了。真的过瘾呢！好爽，好爽！好过瘾呢！哇！等一下两连碰，碰烂了、啊，先拿单二，然后宝石再打一次嘛，然后再拿单单核心来嘛。拿三二嘛，然后再爆发的那个诺华油嘛，对啊，再爆发诺华油，漂亮，搞定了嘛，搞定了嘛，搞定了，搞定了，搞定了，照你这样讲，搞定了，快来打个屁！干，可是他没，他升六，刚升六没，对，他是动，他动一张吧，那不是刚碰的 ，OK， 简单，好的，计划有变呢、欸，哎，没办法。他就是告诉你，有种把我打死！哎呀，哎呀，有种把我打死啊！还是我们再合一只金小眼，直接用碰的？不可能啊！哎、欸，有种把我打死！哎，有种把他打死，不可能啊！小眼睛拿下，有碰。看一下有没有那一张？哎，啊！哎，完蛋！是无色吗？无色吧。好了，无色。小影，小影，怪。啊！不是你手上，不是你手上这张吗？靠腰。你不会手上这张吗？当然是哦。那卖这个一定要先下。好，先下下去。好。然后先刷嘛，看可不可以再贴到一次。可以吗？可以吧。哦，可以啊，就这样。啊，二四就不用了。不要了。干嘛？我好想再合一只小眼。没有，对。赶紧的，先贴给那个小眼睛。警察？不可能啊，这边只有金鱼有用，金鱼和转宝石有用，其他都没用。找个金鱼来转，是不是就可以打海？基本上已经可以喊的了，这把对面是不是就可以偷？哇！什么恶魔啊！我操！哇，他把我射烂了！他狗烂！哇！哎、欸，他没盾！哇！哎！我傻眼！小眼睛，59滴，有种把我射死！有种射死！哎、欸，他那个一下子没爆开，爆腰了！哎、欸，感觉真的有种哎、欸，感觉真的有种哎、欸！看，越射越奇怪呢、欸，可以射射。哪有这么字？他好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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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好像可以耶，好像可以耶。哎呦，哎呦，妈妈卡，还行。干，他很色哎，好猛啊、喔！有哎，好色烂哦，色色地精呢？这巫有用吗？没有，不要带走。我加减拿，又可以偷了，又可以偷了，又过瘾了。你加减拿一下，还是不要了？加减拿一下，你就找个草丛把那个保护好。转宝石，转宝石，赶紧点，赶紧点。继续，转宝石，转宝石。继续转宝石。哎，烧他没有？把自己把自己也烧掉了。跟我一样啊。啊，乌油在哪？假装没看到。假装没看到了。二一，这个没看到，还有一双吗？
笨蛋，公路有没有？可是还是就不换了。可是这个屋可能打下去。破花盾。假。那个小鬼破花盾，真假？还是风怒六七，风怒六七。还是没看到，假装没看到。来，木六七，六七来了。他放第一只吗？第一只摆一个破盾的吧，他摆第二只吧。他应该那个巨额体已经上盾了。有道理。继续哦，他哎，风怒，风怒总，嘿嘿，还说风怒没用，你看，小康。这个太大无限盾！哎、欸，他为什么又可以打这么准？欸、为什么你那边又死了啦？你那个怎么又被那么准？又怎么了啦？风怒屌康，他傻眼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们好像也……好像都不解了嘞。挺妙的。怪怪的了。这边。怪怪的、啊。没事没事，应该还有个两三滴。哎、欸，还有五滴，可以。干不是哎、欸，他的妈妈为什么都被打那么准？干他妈到底养不到，养不养得到啊？一直养不到这样。当然要偷，忘记要偷，快赶紧的。我们先拿了。当然。曹远要不要合一下？没有配合。什么反应？啊！Party Party，反正还可以再拿嘛，还有一只机器鱼嘛。Party。哎，戴河，戴河，戴河，再来，怎么办？五个盾，那个鸡鸡鱼拿起来，拿起来，哦，这个好，鸡鸡鱼都要去先养一下，好，二八是不是要留啊？还是二八不留了？可以打死人，应该可以留一下吧。这家烂到不行啊！想说要补个盾再转一下。得到吗？这家很烂是不是？哦，这家好烂的哦。你要烂到不行啊！啊，这个小眼怪好打吗？我觉得来不及养了。来不及养。哦。老大鸡破那些王八蛋就都比较快。确实。那一家很需要的。他刚刚有架盾哦。还好我们的风怒怪哦，对，不然要把它架烂了。看了撞过去哦，目标贴给谁？随便啊。看现在就是要找个转宝石的啊，把这七叔转掉，这边换一个炸鸡嘛。然后一只 Omega 补盾，嗯，只补到一个盾，哎呀，我的根本没补到盾呐、啊，就没了。原本是觉得他太烂了，我也很难打到第二轮了，所以我干脆多赚一个风怒。哎、欸，金，好可惜，可怜。